你若想什么话，你就直接跟爸爸讲，好不好？啊，若无爸爸真正唔知影讲，唔知讲你咧讲啥呢？那安尼，我问你，你当时要跟妈妈离婚，你较早跟妈妈讲，安尼哦，我现在会使讨论，我以后要跟谁住？恰恰你即摆伫咧乌白讲啥啦？爸爸哪有可能跟妈妈离婚啊？咱一家人，咱要永远永远住做伙。是你爱我直接讲的，你搁一直逃避问题。你若是较勇敢的，跟妈讲你要离婚，你要跟小三做伙，安尼哦，我搁较欣赏你，我搁愿意哦叫伊一声爸。恰恰，你敢知影你即摆伫讲啥？爸爸不准你安尼乌白乱讲话哦。你拄则爱我直接讲，即摆搁不准我讲，你到底爱我讲啥？佳佳，爸爸只要你相信讲，我是同款，就爱恁妈妈，爱你，爱咱这个家庭。只是爸爸今摆有一挂为难，啊，不过你有帮我淡薄时间，我一定会好好处理这件代志。我唔捌，是安怎我会好爸爸，会变到遐尼恶心？今摆郭有斌，你只跟我讲表面话，刚刚你唔知影。全世界人拢知影你的头家，连我遐尼细汉，拢知影脚踏两条船是唔对的。你明明就真巧，你哪会对妈妈不忠，跟我同学妈妈劈腿？你讲你爱妈妈，你爱咱这个家，你只是咧家己骗家己。你安尼哦，我搁较看袂起你啦。老实讲，我希望我永远拢唔捌你的大人世界。之前你甲妈妈，大刚拢伫咧外面头前放闪。我搁想讲，是安怎你要遐尼肉麻，遐尼恶心？今麦才知影，原来那是遐尼幸福的代志。若是大汉遐尼残忍，爱目睭紧紧，看幸福为面头前消失不见。那安尼，我也无想要大汉。